去跟你说好，但你不得不付这件事。哎呀，你这你放心吧，老爸这点素质没有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苗。昨天欣欣半夜发烧39.3度，我说今天早上给他请个假，他就是不愿意。不过我请假了，老师教新知识我就不知道，那我到学校还有。今天早上连肉包子都不能吃了，吃了个青菜包。难吃。难吃，青菜包还行呢。看来只有我能吃肉包子了。馋我。我们小时候要是生个病说请假，那开心的不得了。为啥？不上学呗，还不开心啊？还为啥？我今天已经给老师说了，我说如果你在学校再发烧的话，他就跟我说，我就把你接回来。如果再发烧的话，我必须要给你接回来，知道吗？来，赶紧伸一口闷，把药喝了。咱俩连两笼包子都吃不完，现在饭量变小了。老板，我那个有网络手机没带，我等会儿来再给你。啊，好，对，你可以下次过来，不用太远。这个行吗？行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经常在这吃饭呢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说好，但你不得不付这件钱。哎呀，你这你放心吧，老爸这点素质没有吗？证据在这里呢。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那个有网络的手机没带，然后欣欣吃饭的时候心里还直打鼓，说人家会不会不让我们走？今天如果到学校，如果感觉不舒服，就赶紧跟老师说，把那个扣上。我一扛也得扛过去。不能扛，发烧不能扛，知道吧？要吃退烧药的。是。发烧了，赶紧跟老师说，听见没？我已经跟老师打过招呼了。拜。今天月月班级里升国旗，现在都8:30了，我才送月月去上学。月月吃饭就跟那个小鸡啄米似的，倒一下倒一下。OK 了吧？下集。哎，不跟老爸拜拜啊！一到学校就知道着急了，迟到了，迟到了。早上7点起床，带欣欣去吃饭，吃完饭送欣欣上学，然后送月月上学，然后买完菜回来。现在已经是9:10了。咱家梅姐，看这蜜桃腿。过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在这拼命的运动呢，该说不说，咱家梅姐还是自律了，为了这一个月的减肥计划，天天早上减肥打卡。好了，我现在去工作去了，等会儿梅姐运动完，然后把这个场地再挪给我，然后我再去运动。我现在工作吧。这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。欣欣的班主任今天没给我发信息，那就说明欣欣在学校没有发烧。我就怕欣欣在学校发烧自己忍着，我到下午的时候我还发了一遍欣欣给老师，让他去摸一下欣欣的额头。给欣欣吹个暗号。今天发烧没有？我摸摸。好像没发烧。接到欣欣了，我们现在去接月月去。也不叫姐姐，她就要一声孟雨琦，我都要气死你。姐姐都吃醋了都。好了，欣欣月月也都接回来了，我的一天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拜拜。